更多关心合纵的相关消息。台铁董事先停止三十创业呢？台中市好 VP TPDQ 董事查透过去的客家文化延期，外判经验贴展，展出了110件入境作品，含有珍藏查透的 Q 文物。我们向前迈进路头拜。台铁东西线前每一个司机员刘坤秀，同驾驶同事周根之父姚良都喊，不民众一面到往北坐火车的飞机。八十四岁刘坤秀讲，民国70年就调到东西父母，天死前前每一辆列车还给负责司机，对东西线如同温馨的回忆。手紧就紧走，那多加前面停下来，替佮蔡南。拿上来查查的，其他上来做查。向人口长个对开玩笑讲，你阿老公去做保健的无，徛手火车都停下来观察。这是台中市客委会为了纪念台铁东势线停驶30周年，特别派的铁道文物同 Q 相片展，特别托托 Q 东势火车头改建的东势客家文化园区，阿本乡亲戚们往拜东势车头的故。啊，托了个时间点呢，因为判案的个法通，问大家来问路头拜街火车头，啊来讲起自家往拜街故事，问大家有一个经验，啊将来是得来保存应该铁托的一个文化。为了了拜展览，主办单位特别向民众募集600张的 Q 相片，对地图掏出120件的摄影作品。都是电视50年前东势站的平面图，还有其他方的铁道文物之父，想一道铁道迷来参观。客家新闻赵锦诺台中报道。